サーフシャーク、あなたのデジタルライフを守る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Yeah， 好吧。我这台车也贴得蛮黑的，但是太脏了。太脏了。前面的契机来了。这台什么车？雷克萨斯。什么车 ？S 四六零。啊。听说避震器坏掉了，可是我是开起来还好啊，这本来不是船吗？可是真的还蛮暖的，可是它可以调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电子避震啊？对啊，电子避震器啊，调一下，来再上去，这样是关嘛？它没有显示，来 support， 啊，应该变硬嘛？正常来讲变硬，可是刚刚我稍微切一下都没什么感觉。我觉得试一试，刚刚还是很暖啊，我们直接试到阿吉那边去啊，嗯，给他看一下，要去给他检查一下。对，如果可以修理，那修理就好了；如果不能修理，有没有？我们再把它淹掉。啊，是用改的，可是哈，我大概有稍微问一下，如果淹掉哈是可以，可是它好像会有一个灯会亮，假设会亮，那就把它切掉就好了。反正我们先去了再说了，搞不好就不用，搞不好修理就好了。这到底是气压？有些是气压，有些是油压。对，好，有没有油压？去了就知道了，看它是什么压。这个车啊，如果你没有用好，你在高速公路有没有伸出缝那里，30、50不管了，这可能从那洞下大一格又在摇，这洞又在摇，这样它一直弹，一直弹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那次这样，我们等下我开一段你就知道了，来吧。光说不定没有用，我们直接试了。其实蛮诡异的，这车应该开起来不会有这种。正常来讲应该是不会这样，应该是老油或者是老风啊，变软了啊，翕相的。变翕相。哦，刚没录到。没有啊，刚是不是？听到什么诡异的事情啊？油压，只油压，赶快拍照拍起来。就去拍照。其实引擎声还蛮 OK 的。很帅啊，很帅，这种低沉的还不错，其实真的很会摇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没有？这个算路不错哦，没有什么伸缩缝哦，所以，对，如果是高架桥，可能就更好玩了。哎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刚刚在跳了，已经会跳。哟哟，这阿呆应该蛮喜欢的。他说每一个情况嘛，有啊，就讲人工呼吸一个情况嘛，应该就冷。想去啊？对啊，那压一下。感觉开这个去跑山应该会晕车，现在这个状态，你也不肯开吧？那怎么又停？跑山吧，要跑了。我竟然下兜里来，只要我们卖出去再回收回来。他去哪里？高雄啊，待了一两年吧，又回来了。那，你现在开起来感觉是什么？非常的摇。对啊，不错啊，有那种坐龙舟的感觉。对啊，哦，讲到这个坐船，哦，我退伍的时候快退吐到前面飘移。我第一次去金门的时候啊，天尊你又把通缉了给我吃了。后来在船上又有，他用挖工那样挖工，而且就是晕船药，这应该比较有用，再吃个两颗，哦，睡到金门去。看一直困，困到金门，晚上这样啊，摇到人会这样往敲到那个砰又掉下来。台湾海峡风浪蛮大的。对啊，哎，一坐都。认真嘞，好险先开机，请恰总代理。乖乖，现在什么鬼都跑出来了，咬到都晕了。哇，已经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哎，为什么不见了？刚亮的东西。哎，我刚没注意，我一可怕，我那就没有了。好了，下车。哇，我来。你这有可能吼，四支有歹一支，啊，换一支先。因为我头拄啊较油吼，刚刚这边较软，这边较硬，伊就变哪里？哎，啊，车一直摇，伊的船伊无同，因为这无法度调的，所以才拆开看，拆安尼那起来看。换再用修理的还是安怎？那歹一支就换一支，啊，那无，上起码两支，两支也开做换掉，就是安尼。船伊歹去啊，因为即摆甲切 support 的时阵。伊后壁晃动感较无，就是可惜我做袂歹去。你啊，甲放哦，从那电对就知影。哇，好啊，飞过飞起来，后壁从你歹去，一支甲后壁一支甲用。你买当时还袂整理啊？对啊，像是讲晒的时阵，敢若怪怪。你当初顶那我都坐后壁来拍人玩，对啊，一步较袂遐贴，较袂遐摇。后壁从你歹去，还佫一支，啊，一支应该好。那，啊，是什么药？我不知道，大一根。对啊，哇，好出货。
对啊，这到底是什么鸭？后面呢？哎、欸，后面好细哦、喔，相对看起来是简单很多。对啊，啊，哎哎哎，你看，哦，弄金饭，这是油鸭是气鸭？真的比还好，啊，这个拜其他一点小花，因为它比较好的刚好是这样子，所以你车子对啊，所以对。一边的话，可以踢一点，更还好。然后以为说呢，刚刚对象刚好是对象啊，以为说对象的时候那些多扔在那边啊，阿亮同一边的是同一边的是在哪呢？啊，今天买的车队来往四机啊，所以按那往那边去打。哇，按往四机耶。上线红就是安尼，往四机。对。我来计赛车，那两机开的嘛是。嘛无线。就贵诶！啊，那换掉咧？你讲换掉的会倒骨障嘛？启动迄个倒一个高度灯，啊，你要一个上键敲门的无？要按一下就对了。按一下对啊，可以摆 pass， 但要花很多钱。我头尾来就甲小石讨论，伊讲换上去换起的时阵袂使上电。不不，迄只换起就两个，你换足济啊。哦，安尼会使啦，卖换的像泰山安尼就袂使，像我电个都袂使。跳跳跳跳。硬汉无硬汉。可是这个袂使啦，这个即当时丢咧坐，咪一千个拖出来了，好笑啊。我要伊就是变嫩，啊说电啊怎么解决变嫩？什么坐的当初电话都，我靠！我记得开什么会，我都拖出来了。不会啊，跟秘书讨论事情，讨论事情都对的，那是对，都不用动，啊，坐在那边就好了。司机可以停车了。老板为什么？我好了。我要往回啊。哦，这个对，我这个听到。啊，就迄支跳落去用我头嘛。哈哈哈！路上，路上嘛哦，路上袂使啊。啊，其实个人去解决各项的问题，拢会解决啊。那原厂的换起来，哎，原厂的四机十万。我决定了，还是直接换他们的牌子就好。啊，那换起来四机要换的，只要38000。38000。对，还保固2年，比原厂保固还久。还有2年保固。还有2年保固。啊，对了，啊，重点是不要太硬，舒适的取向啊那都 OK 了。对，因为它是那个。豪华其实董事长用车啦，对哦啊，我们也把它调整得很舒适，因为这个我们有换过，好像我记得好像3台还几台啦，所以这老板坐后面还是可以安稳的睡觉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叫货，到时候泰山你到时候再来拍。哎，小西你在忙什么？在看旅游啊，疫情都不能出去，那想说疫情过了可不可以出去玩？现在就在想哦，睹物思情啊，望梅止渴啊。你有想好要去哪里吗？你是不是想要猜日本？对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再怎么样，我们也是要去日本啊。还是日本哦？日本塞过利息的，怎样啦？我跟你说，那个 Surfshark VPN 连出国订机票、饭店都很方便哦。你要不要讲一遍？你要跟我讲什么？我跟你讲哦 ，Surfshark VPN 连出国订机票、饭店都超方便的。那么厉害？没错，又来了，不能快转的广告时间要来了。Surfshark 是一个私人的虚拟网络服务，是非常适合台湾人使用的 VPN。VPN 是一种可以保护自己在网络上的虚拟私人网络服务，你的密码、你的位置都不会被骇客偷走，让你更安全的使用网络，还可以跨区收看有所区域的影片，例如说网飞、HBO 等串流影片，别的区域有台湾区没有的电影或者是电视剧，或者是收看运动赛事，比如说 F1、MotoGP、WRC、利曼赛车之类的比赛，网速也会比直接看更快更顺。这次要讲的是，有没有遇过出国找住宿机票的时候，在 T 网站看到的价钱跟 B 网站上看到价钱不一样，然后觉得很奇怪，告诉大家一个小 paper 好不好？你用 Surfshark VPN 可以地区间交换，更改使用者的 IP 位置，自己选择想要去的地方，美国就选美国伺服器，日本就选日本伺服器，看你选哪里，这样价格绝对比台湾 IP 上网找还要更优惠、更便宜。解封后出国玩这一招可以帮你省不少钱。还有 Surfshark 还有一个更棒的是，如果你买了 Surfshark 使用后觉得不喜欢、不好用，老婆叫你退掉，管你什么理由，在30天内觉得不满意 Surfshark VPN 100%退款保证，你买多少钱就退多少钱，赞，无条件退款，台湾人的最爱。现在点击以下的连结订购 Surfshark VPN， 或者是手动输入我们折扣码 SSCA， 就可以获得打折历程83%的优惠。以外订阅2年的方案还加送免费3个月，换算下一个月只要60几块，是不是很便宜啊？大家赶快去办哦，好不好？看下面的资讯连结限时优惠，错过就没啊。出国订机票找饭店 Surfshark VPN 买通哦，我就怕你啊。来哎，集满了没？还没，还没，最后一次了，下次还有下次。对，下次见。サーフシャーク、あなたのデジタルライフを守る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
哇，今天弄这一台，避震要换成阿吉他们家的。上次讲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就是做成舒适取向的调整。那等一下装完，我们再试试看看会不会做起来比上次乘坐感觉好。那就等他们施工了，走。这个步骤是把气压避震器里面的气先放掉。嗯，等一下我拆装的时候会方便我拆许多。哦，哇，洗车不洗，都没有洗就会这样。超脏，超多土的。这就是1000公斤变1100公斤的证据。泄气孔在这边，刚大费周章就是要把这个拆掉。它第一层刚刚是外面是它是扣这个，它这边有电子阻尼，它里面是它的那个阻尼的。想说它还有，这里面还有3颗，还有3颗，继续拆，加油！这个是它的上三脚架哦，对，然后拿开才拿一下，你要看到那个螺丝好像都坏掉了，对啊，这边都坏掉了，我来帮你找看我们这边有没有。哈哈哈！不紧的，下来就倒闭。哇，两只都下来，为什么是同时？它这只坏掉了，都漏油，都是阻尼油。旧的，一只粗的，一只细的。所以它们长度是要一样。改装的话，两个长度会比原厂的大概少个3到4公分左右。因为它弹簧的磅数跟它原来配的那磅数会比较不一样。先帮你设定你舒适曲线。那我们如果说你要硬一点的话，这上面这边我配那个阻尼棒，可以自己去设定你要很软，回弹速度软还是硬。对，先帮你调大概的高度，总高度在完全上去车上的时候会再量一次。那这颗等于没有用了，这个是它原来的电子阻尼。它如果说拔掉，待会儿会做法会是说把它包起来，先放旁边，因为这如果线头拿掉，电脑一定会这样。慢慢说，手指这样转的，哦，两只还进不去，两只进不去，只能这样子抠而已。那是比较不好的。会割手，这个旁边立立的，对，比较好。是我看要不要复原吗？干嘛？可是每次如果调阻尼，这个都要拆掉，跟后面一样，后面就要拆椅子，都要拆椅子。这是它的机油，方便方便，大概也就不用拆。
现在因为后避震之后要调整很困难，所以他们决定把那个后面有个电子阻尼的那个护盖把它拿起来，这样之后就会比较好调。拆掉，就是把这个东西拿出来，本来里面是藏电子阻尼的。现在变成这样，这样调整也不用挖洞，先出去晃一下，然后两天后再请客壁过来试。最后还要微调一下车高，然后软硬度，刚乘坐感觉还是偏硬，不过这弹簧是行李，所以还是要它压一下，大概才会知道之后是什么状况。好了，今天开到这边，反正也没有要开回去，然后微调，我们再请他吉老板帮我们微调，过两天我再请客壁过来牵车，顺便试一下，谢谢。Tomorrow。好了，经过一天的天啊，汽车这个车算重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以这种车比起来，应该算硬了一点。这个应该舒适取向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再软一点。可以再软。对啊，我是觉得那个弹跳还是稍微有一点。如果遇到那个路况非常糟的地方，连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，对，一直就是那种吸收掉那种，吸收掉这样。像这种就还好。对啊，一个的话它就没什么感觉。对，但至少没有那个我们之前做的那么晃。对，问一下，可以如果调软一点点就好了。如果是我的话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，一定是不一样的。直接问他，今天车子没有那么多。对啊，所以先这样就好了。先压一下，他压一下。对啊，他说压一压，顺时钟是硬，逆时钟是软。哎，啊后面呢？哦。好，这个放紧，可以，不要拉，拉的话它就好了。我知道，好，进气道关系，进气道关系，我知道，不要往外拉，好，一定要拆。对，本来他所以他做一个加长，我把它加长。哎，这次好了、啊，对啊，我们自己再调。你看，每次都没有付钱就跑了，跟阿呆一样，都跟阿呆学坏了。好啊，哎呀，那就直接回去了。对啊，好。サーフシャーク、あなたのデジタルライフを守る。敢开敢送最公正、最好玩的娱乐城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试回来了。我是开起来是觉得不错啦。如果小师他有机会再试一下哈，我就觉得他有可能说太硬，因为他现在坐的车都不是改装的、嗯、啊。人有年纪有没有？这车都会抖。没关系，我会调了。看你有调过吧？他会这样转，空空空，就是一段、两段、三段、四段的。对，有机会再试一下他。如果要试车，我们再试。好，我刚你看，再看，你看我这样压一下，他还是会推动，有没有？嗯。我坐下去会不会沉下去？哦，他你看，这看他比我硬了，有没有？嗯，我那台是不是这样？就比较软，还是有一些弹性的、啊。对啊，是有啦，只是说像我的车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要调很软了。对，啊，这是啥？原厂的啊。哦，看他每一只都那么大声。对啊，对啊。耶、yeah, ，用好了，你看，像随便去一趟回来就花了3-4万块，马丁啊，即开了可以得到那个效果就好了。好、哦，高度我们都调到原本的高度。好、哦，假设两指就两指，三指就三指，后面是两指。啊，涛姐，看他两指松松的啦，对，快两指半啦。假设你是车主，去到那边，他马上可以调到你要的 ，OK， 你再离开就可以了。所以觉得哎、欸，太高、太低、太硬、太软，直接跟厂商反映，他就马上帮你调了。为什么我要把那个这么粗的换掉？因为那个他的避震换掉了，我记得是左右各一只啦，所以它弹性起来，车是斜的这样，有没有？前后坏掉了，所以修理起来大概要花10万块，所以我们就把它阉掉，直接改成阿提的避震器，这都有保护的哦，所以也不用担心。到时候小师有空再请他试看看，因为他有一个人肉的测速器跟那个感应器。好了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啊，会员名单也订起来。分享到这边哦，谢谢，拜拜。你看，有个亮个灯，感觉就是哦，它有亮灯吗？有啊，有。切下去它还是有作用啊，有没有？哦，哎呦，有没有比较舒适？没有，开起来 sport 的，有没有？你开起来 sport， 哦，真的，它变 sport， 哦哦，可是告诉你一个坏消息，它已经被淹掉了，至少有亮灯，感觉这样还不错啊。变软了哈，哦，真的变软了，好软。